南极洲冰架上这长长的裂痕，揭露全球暖化的严重性，远远超越你我想象。 CNN has reported that a huge ice sheet more than half the size of Qatar could soon break off from Antarctica. 分裂的是南极洲第四大冰架拉森C冰架，面积 6000平方公里，相当于1/6英尺一个台湾这么大。根据欧洲太空总署的资料显示，6月份拉森C与大冰架连接还有13公里，一个月后只剩5公里。算一算拉森C冰架的冰裂长度已经延伸到200公里。 If it were to be lost in the next few decades, then it would actually add to the projections of sea level rise. 拉森C冰架脱离后，不止让海平面上升，也会成为史上最大冰山。而随着洋流漂移，对航行船只会构成威胁。I didn't do anything. 过去电影中，气候学家前往南极冰川考察，拉森冰架竟然在眼前断裂。当时看来异想天开的剧情，如今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生，显见全球暖化对南极生态的冲击不容小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